第四部分，请选择正确答案。例如，下午我去商店，我想买一些水果。他下午去哪里 ？A. 商店 ，B. 医院 ，C. 学校。答案对的是 A. 商店。第十六到二十题。十六，你好，这个杯子18块钱，那个杯子多少钱 ？A. 7块 ，B. 8块 ，C. 18块。答案对的是 C. 18块。十七，中午我不回家吃饭了，和同学在饭店吃。我在哪儿吃午饭 ？A. 饭店 ，B. 家里 ，C. 朋友家。答案对的是 A. 饭店。十八，喂，是王先生吗？他在做什么 ？A. 写字 ，B. 看电视 ，C. 打电话。答案对的是 C.打电话。十九，明天星期一，我去学校。今天星期几 ？A. 星期五 ，B. 星期六 ，C. 星期日。答案对的是 C. 星期日。二十，他不想坐火车，我们坐飞机去。他们怎么去 ？A.开车 ，B. 坐飞机 ，C. 坐火车。答案对的是坐飞机。听力结束。现在我考试阅读第一部分，判断对错。例如电视，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笔记本电脑。飞机，答案是对。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二十一，水，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牛奶。二十二，毒，答案是对。二十三，工作，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滑雪。二十四，睡觉，答案是对。二十五，椅子，答案是对。第二部分，请选择正确答案。 A. 这些是指甲油。 B. 他们在做作业。C. 他在打电话。 D. 他感觉很热。 E. 他很喜欢这本书。 F. 妈妈在给小女孩喂菜。例如，我很喜欢这本书。答案对的是 E. 第二十六到三十题。二十六，这些都是张小姐的。答案对的是 A. 二十七，没关系，不会做没关系。答案对的是 B. 二十八，十月前我回来，再见。答案对的是 C. 二十九，对不起，今天天气太热了。答案对的是 D. 三十，妈妈，我不爱吃这个菜。答案对的是 F. 第三部分，请选择正确答案。 A. 都很好。 B. 昨天下午。 C. 哪儿？
D. 听你的 E. 后面的 F. 好的例如你喝水吗答案对的是 F. 好的谢谢 D. 31-35题31医生在哪答案对的是 C. 那32谁在说话答案对的是一后面的33李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答案对的是 B 昨天下午34我们去下面吃答案对的是 D 听你的35那几本书怎么样答案对的是 A 都很好第四部分选词填空 A 能 B 住 C 认识 D 名字 E 做 F 谢谢例如你叫什么名字答案对的是 D 名字 D 36-40题36我在中国住了4年了答案对的是 B 住37爸爸下雨了我们怎么回家答案对的是一坐出租车吗38能来这学习汉语我很高兴答案对的是 A 能39 F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不客气答案对的是 F 谢谢40你认识他他是谁他是我的学生答案对的是 C 认识阅读结束了我的考试也结束了再见老师好我叫第二 SSK 一期考试现在开始一听力第一部分判断对错例如很高兴答案是对看电影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看报纸第1-5题一他的猫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他的狗二吃东西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喝水三在商店里答案是错答案对的是在医院里四再见答案是对五请喝茶答案是对第二部分请选择正确答案 A 书 B 电话 C 苹果例如这是我的书答案对的是 A D 6-10题6 A 蛋糕 B 米饭 C 面条儿子爱吃米饭答案对的是 B 米饭7 A 笔记本电脑 B 照相或者自拍 C 打字我喜欢这个电脑答案对的是 A 笔记本电脑8 A 一边吃一边看报纸 B 做饭或者煮菜 C 买东西或者购物我看见他买衣服了答案对的是 C
9. A. 苹果在桌子上。 B. 苹果在椅子上。 C. 杯子在资料前面。苹果在桌子上。答案对的是 A. 10. A. 天气热。 B. 天气很冷。 C. 照相。北京一年中有三个月很冷。答案对的是 B。 第三部分，请选择正确答案。 A. 10:10。 B. 她很漂亮。 C. 很高兴认识你。 D. 她的狗叫多多。 E. 我买了不少水果。F. 他们在聊天。例如，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答案对的是 C。 D. 11-15。11. 上午我去医院看同学的时候，我没买些水果，我买了不少。答案对的是 1. 12. 你是哪年来中国的？我今年2009。答案对的是 F. 13. 你的大狗叫什么名字？叫多多，多多是我的女朋友。答案对的是 D. 14. 李老师的女儿今年20岁了。是，她很漂亮。答案对的是 B. 15. 现在几点了？10:10。答案对的是 A. 第四部分，